老师同学大家好，今天打击乐团将演出两首曲目，第一首是威廉泰尔序曲，这首曲子呢是罗西尼的最后一部歌剧，主要在描述瑞士的英雄威廉泰尔带领民众推翻暴政宣布独立的经过。一开始打击乐团会用高音木琴清脆响亮的音色来模仿军队的号角，接着加入各样的打击乐器，就好像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样子。音乐主题鲜明，是一首朝气蓬勃的进行曲。那我们借由打击乐器的磅礴以及气势，选曲在最后经由多次的转调之后华丽的结束。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打击乐团的演出，请掌声鼓励。